跑友们好，无动说跑步，济南的山东政法学院，它开展了一项什么活动呢？叫做一学期跑步必须达到40公里，哎，这个你的考试才能够及格。哎呀，这个通知一发布以后，一到晚上到处是跑步的学生。采访了一位女生，这位女生称单身的可以约跑找对象，真是如果再回到从前，再回到大学时代，热爱跑步的你简直太受欢迎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，你会不会找一个爱跑步的他做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呢？ A 会， B 不会。如果你需要购买跑步用品，可以微信或者淘宝搜索陪你跑小店，健康比黄金更珍贵，欢迎关注微信微博陪你跑，我们下次见。